机器已经完全做好了啊，这边你看防护罩也安装了，来开始试机来。这是撒料盒也试验了，这你看，这又加了两个腿，这加两个腿比较切刀的时候比较稳。面片走下来之后，你看一下，这是你那个料，这是你那个粉啊。这个面过去了，你看，你看这个太假了。啊，来切刀是吧？啊，不是，撒粉。撒粉打开。打开，现在把撒粉打开啊。你谁手把木绳？嗯，你看走过来之后就从这儿卷起来，这撒粉撒的比较均匀，多抹油多抹油多抹油多抹点油，抹到边儿，抹到边儿，刷到罩子这刷到边儿，现在刷不过来，刷子刷的有点慢啊，刷不过来，这卷起来，你看这个切刀。啊，现在过来之后，咱打开切刀。刚才忘了开切刀了。看到了吧？这个层次你肯定能看得出来。像那个切刀长短可以调，你肯定也知道。你看一下这个效果，肯定是没问题的，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这是肯定没问题啊。知道了吧？